当自己的二次元收藏突然因为意外而毁于一旦，那种感觉真是叫人沮丧无比。前几天有位日本网友在推特上分享了自己惨痛的经历，因为行动电源所引起的火灾，不但家里变成一片火海，父母的东西烧光光，就连他收藏的娃娃们也全都毁了。虽然可以再赢回新成员，但那些已经烧掉的东西是回不来的了。后来有其他网友以初音未来在火灾中被烧焦了为题发文，将这则推特转到了五链上，结果引来了不少人留言回复。以下是网友们的回复：火是哈不爱，火灾好恐怖 ，RYSO 真可怜啊 ，Hato 我放声大哭啊 ，Hato 我哇哇啊啊 ，Conning 的 Tamo Migu Seto Wa Baru 认识性 No Go Sale 烧成这样都能认出初音，辨识度真高。当五楼中华电器制品 Hashi Umanyaduina 不该使用这种便宜的中国电器制品，消防是 Ua。消防员无啊，新 Shino 买一杯，买新的就好啦。Mobile Battery 大原因 Tikakona 行动电源是起因还真恐怖。Mobile Battery 不爱，行动电源好恐怖。三枚木枯走不爱，第三张照片太可怕了。火是弄一番不爱 Gota CI 出高全 Tasha Aerocopter Deona 火灾最恐怖的事是回忆就这么全部消失了。初音 Mikuno 烧尸，初音未来的烧毁，一影一照。数日前 Mate 元气 Deathnomika 那依然 Arumanonoka Kovu 几天前还很有元气的，结果却烧成这样了吗？